The directed weighted graph on the right shows the price of ticket and the travel time for some choice of flight or private airline. 然后 S 是 destination of the flight from P. OK, 所以我要从 P 去 S. 然后 Q 跟 R 呢 ?OK, Q 跟 R 是 transit airport, OK, 就中间停了。然后 the transit time for each of the airplanes 是40分钟，就是说你要到达了停留45分钟才可以坐到下一辆啊。OK, most economy route. OK, 我现在要从 P 去 S, 最快是直接哎三小时200块。OK, 然后这一边如果我是从这一个五十，然后四十五、六十五 ，OK， 这一条路是最便宜的，哇，哇，最便宜的是 P 去 Q、Q 去 R、R 去 S，OK， 五十块再加四十五块再加六十五块 ，OK， 你这边四十五加六十五百亿，这边直接115，所以它。最便宜是 P 去 Q、Q 去 R、R 去 S， 然后这样能够比 P 去 Q、Q 去 R 便宜5块啊。但是题目要的是 most economy route 嘛，然后 shorter times 的话呢，就直接这一边3小时不用 transit， 然后 1.5 再加 1.1 小时，这样就 2.6 小时，45分钟啊，45分钟啊，它其实等于45/60小时，然后是1/40.75小时，所以你在这一边它这样加上去的时候呢，它0.75加这个就已经是2.25，3.35，超过3小时了。OK， 这一边 B 加1.4，2.4再加0.75 ，OK。也3.15，它也是超过三，所以 P 去 S 直接 P 去 S 是最短时间的 ，OK， 然后它要 optimum cost， state the route that you will choose， justify your answer， so 给我会去 P 去 Q Q 去 S 啦 ，OK，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？它的这一个 P 去 Q Q 去 S 的话呢，我需要给的钱是165块 ，OK， P 去 Q Q 去 S 的时候，我这一个就50加115等于165 ，OK， 所以165比起200减165的话呢，它是35比 PPS 便宜35块，然后它用的时间呢，它其实在这一边它是一小时 1.4 小时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它的 time 这个是它的 cost 啊，它的 time 的话呢是一加 1.4 加 0.75， 因为中间的 transit 一次 0.75 嘛，所以它这一个是2.15小时，2.15小时就2.15小时减2小时等于0.15小时，然后0.15小时的话呢，它是等于0.15乘60 ，OK， 6.616九分钟 ，OK， 所以它相差9分钟。然后不过麻烦啦，其实你要转机其实是很麻烦的，但是它可以省35块，然后可是你在飞机上面你可以更好的休息，然后一次过就到达，然后你那三小时在飞机上面直接做你要做的东西，不过其实我就觉得很不逻辑啦，因为你直飞三小时，可是它像这个飞行的路线才2.4小时，为什么它直飞是3小时会更久的呢？有点不大逻辑，这样可能这个是2小时而已吧。嗯，好，
什么？我有朋友啦，他从槟城飞去新加坡，然后大概2小时就到达了。然后他从槟城飞去 KL 的时候呢，他也差不多要2小时到达。然后从 KL 去新加坡，他也要飞2小时，所以他这样中间可能在transit 那边45分钟，他这样就要2小时再加45分钟，4小时45分钟。然后可是他直接从那个槟城飞到新加坡，他也是2小时左右，哎，他就讲，哎，他吓到一跳，哎，为什么这样快就到达了的？然后原来呢，他在一起飞和降落，然后起飞跟降落的时候，那边他浪费了很多时间。然后其实，在天空中真正在飞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他直接那个，也是2小时多而已。所以他直接从槟城飞去新加坡，一下子罢了。OK，所以这一题它的题目的时间这边我觉得有点奇怪了。OK，好，不用紧。不，但是我们要跟它的题目的话，最便宜的路线就是噔噔噔，然后最快的路线就直接过去，然后最划算的路线就是又省钱，时间又不会很长，就是这一条路。OK。